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娟子。你是谁？果果。快出来！呀，看见你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小丸子一下子把我弄倒了，我的手上也吃了一手泥。哎呀，咋办？怎么办？拍拍都好了。嗯，你看妈妈手上这么多泥，一下子给蹲到这儿了，太调皮了你。我打你啊！我打你。你听话啊，你还淘气不淘气了？你错了没？我还打你不？你喜欢我不？不能跑。不能跑。你看你把妈妈手上弄的泥，这谁弄的呀？有，还有，还有，啊，累死你啦！妈妈，我不想玩狗狗了，我想玩狗狗。妈妈累了。我想玩狗狗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妈妈，你跑的不响。妈妈累了，那你给妈妈说说好话。好话。这小孩真的是笑死我了。我说你给妈妈说个好话，好话啊，一本正经的说好话。你要夸夸妈妈才是好话，知道吗？我就生气啦！你生气，我也不让你玩。哎呀！